下个月就要定吴清华了，领导马上决定主演名单，大家都要努力争取。妈，会让我跳吴清华吗？你能看出来，其实丹丹跳得更好。那也没用，谁让他爸畏罪潜逃呢？他跟我没关系，我服从组织决定。 发现逃犯的行踪，立即报告，配合组织调查抓捕。站稳立场，划清界限。听清了吗？妈，你可不能去见他，他是阶梯敌人。我明天去火车站接他。不用接，这不已经来了吗？他不是。